我们去哪？我们现在要去玩电子游戏，可是我们要先去买游戏。我们玩什么游戏？哦，我们玩日本游戏怎么样？哇，我觉得日本游戏没有意思。哦，我忘记了，我们今天下午要跟同学见面。为什么我想玩游戏？我们明天要考试，别玩游戏了。我们得跟同学见面，准备考试。我有好消息，我刚刚买了新的汽车保险。哪里的汽车保险？我买了恐龙公司的汽车保险，因为恐龙公司很便宜，也有很好的信誉。那太好了，你在哪里买的？我在网上买的，可是他们也有电话call外服务。哦，我的天啊，我没有汽车保险，怎么办？还好我刚买了汽车保险。你们有汽车保险吗？我们没有汽车保险。我的天，很贵的，快给恐龙公司打电话吧，电话号码是4444444。电话号码是4444444。